小明啊，就在院子里玩，别乱跑啊！我知道了。清早就打情骂俏，哼，没你的事儿。好好，没我的事儿，再见。给我回屋去，走。好。对不起啊，摔伤了是吧？这儿。Me
我听不到。喂，二舅妈。小明，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，二舅他摔伤了。什么？摔伤了？他现在明德医院，你快来。好，好。什么事啊？二舅他摔伤了。啊？哎，人在哪？在医院。走。小姐，有一个摔伤的工人，他怎么样了？叫什么名字？杜达忠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太太。他不是。杜大忠根本没有太太。老太太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我是想知道大忠怎么样了。他死不了。现在你都知道了吧？你走。老太太，我能不能看看他？不必了，你看他有什么用？扫把星，大忠都是你害的，你还想来看他？你还想再害他？老太太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让我看看他吧，我只要待一会儿。哪怕是五分钟都好，我看完就走。好，就给你五分钟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婷婷呐，我是杜伯母啊。哎，大忠受伤了，现在在医院里。哦，那艾云呢？艾云已经跟大忠分开了，你不来看看大忠吗？对不起，
别人不要的东西我也不要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那天是我误会了。艾云，你应该告诉我你做事了。过去的事不要再提到了。啊，大钟，嗯，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。啊，是什么？表修好了。幸好摔的是表，不是镜子。表摔坏了还可以修理得好，镜子摔破了就不能复原了。大钟，你以后要好好爱惜它。我知道。啊，我的医药费从哪儿来的？是妈给的。妈已经原谅我们了。妈已经原谅我们了。我们到底是妈的儿女。大钟，妈是对的，她是爱你的，你以后要听妈的话。休息，我出去买点东西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我走承认错了，可那你还不能原谅吗？艾云，求求你留下来，我实在太自私。艾云，求求你原谅我这个老太婆。艾云，就算你不肯原谅我，你也该看看躺在病床上的大柱，你忍心离开他吗？走，艾云，
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我不离开，再也不离开了。大壮。你在哪里？阿云。